场一个举止怪异的乘客，出境卡上一个误写的名字，牵出十八年前一起震惊世界的跨国大案。他竟是一名被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进行全球通缉的在逃犯。十八年前的中俄国际列车上，歹徒轮番作恶，抢劫、强奸、殴打旅客等恶性事件频繁发生。这一次一定要干票大的，抢到个盆满钵满。凶悍的女劫匪，翡翠牌香烟，留学生护照，四个犯罪团伙，这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他们怎么才能掘地三尺，在落党的莫斯科把他给挖出来呢？一份江泽民亲自批阅的特级密电，九名秘密潜入莫斯科的神秘导谍。据后来程雅丽的回忆，这次抓捕行动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危险的一次。紧张的生死抓捕，一次特殊的引渡，中国刑警如何与劫匪斗智斗勇，为中俄之路扫清毒瘤？档案揭秘：1993跨国追捕，中俄列车大劫案。7月22日下午，北京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发生了一件怪事。在出境处，有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子引起了边检民警的注意。这个中年男子在排队等候时，东张西望，神情紧张，而且他在出境卡上犯下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错误，他竟然把自己的名字写错了。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位中年男子在出境卡上写的名字。在名字一栏中，我们可以看出写着宗立勇三个字，但是在中年男子交给边检民警的护照上，名字一栏中却赫然写着两个字，李勇。细心的观众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中年男子手写的名字宗立勇后面的两个字和护照上李勇的发音相同。宗立勇、李勇，到底哪个是真的呢？他急急忙忙地急着出境，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护照上署名李勇的中年男子的长相。从照片上看，是不是觉得这个人有些不那么面善呢？当时的边检民警也有这样的感觉，虽然他写错了自己的名字，但是谨慎的边检人员并没有直接喊警察，而是不动声色地和他聊了起来。不过暗地里，边检人员却打开了公安部通缉人员名单系统，开始巡查中年男子的身份。当输入李勇这个名字时，电脑显示查无此人，而输入钟立勇时，却赫然跳出这么一张照片。看到这个信息，边检民警惊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这个名叫钟立勇的男子有个绰号叫东城老七，他竟是一名被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进行全球通缉的在逃犯。很快他就被控制了起来。经警方事后调查证实，这个中年男子正是红色通缉令上被全球通缉的在逃犯宗立勇。李勇不过是他的化名。可以说宗立勇的被捕一时间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因为他一桩曾经震惊中俄两国的跨国大案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那么逃亡了十八年的宗立勇到底犯了什么罪，会被国际刑警全球通缉呢？这一切还得从十八年前的一列火车说起。1993年5月26日，在一辆由北京开往莫斯科的三次国际列车上，发生了一起涉及蒙古、俄罗斯等国的跨国大劫案。
当晚，三次国际列车刚刚驶出国门二连浩特站，进入蒙古境内，列车中部突然冲出了六名凶神恶煞的劫匪。这些人手持瓦斯枪、匕首等凶器，向乘客索要护照、钱财。从扎门乌德一直到乌兰巴托，劫匪抢劫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抢走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一位浙江女乘客先后两次被劫匪强奸。这起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发生在列车上的跨国大案，令全国震惊，国际哗然。歹徒如此凶残，而且作案时间长达十小时。有观众可能会问，歹徒如此长时间的明火持杖抢劫强奸，难道车上的乘警视而不见？车上的乘警又去了哪里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三次中俄国际列车的相关资料。三次国际列车是新中国成立后开行的第一趟涉外列车，1960年开始运行。这趟列车从北京出发，前往国门二连站，然后进入蒙古境内，再途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最后到达目的地莫斯科。整趟列车全程7826公里，运行130小时41分钟，是中国运行路线最长的一趟列车。三次国际列车驶出中国境内之后，车上的乘警就要下车，然后由境外政府组织警力。而当时俄罗斯的法律规定，列车上不用配置警察，所以这趟列车就成了一辆不设防的国际列车。1991年，苏联解体后，由于当时的俄罗斯政府采取休克疗法，将国有资产迅速转为私有化，导致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国内老百姓的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粮食、服装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当时北京开往莫斯科的三次国际列车变成了两国贸易往来的重要途径，中国境内由此诞生了一批国际倒爷。当时很多国际倒爷携带皮衣等物资前往莫斯科，但是列车开到一半，在中途停靠点时，便有当地的俄罗斯居民向列车上的倒爷抢购货物。所以一开始出现国际倒爷时，这些人往往在谷中便将手中的货物销售一空。然而最初倒爷并不是劫匪的抢劫目标，因为一开始他们盯上的是准备偷渡出国的江浙人和蛇头。但是渐渐的，光是抢劫偷渡客所获得的赃款已经无法满足劫匪的欲望了。这些人在享受抢劫带来的巨额赃款之后，他们开始六亲不认，只要是钱，抢了再说。虽然三次列车上时刻隐藏着杀机，但在巨额利润的刺激下，很多倒爷还是决定冒一冒这个险。1993年5月26日，他们最为担心的事最终变成了现实。在经历了5月26日晚的第一波10个小时的洗劫之后，第二天中午，当列车到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时，这些劫匪大摇大摆地走下列车，消失在了境外。不过另一波更凶狠、人数更为庞大的劫匪已在伊兰镇等候，他们将在当晚扑上列车。但是经历了一波洗劫后的乘客却茫然无知。照片上的这两个人就是第二波、第三波劫匪的两个头目，一个叫朱三儿，另一个叫二姐。当然了，这是他们的绰号，两人的本名，一个叫朱新金，一个叫赵金华。当晚23点30分，当列车行驶到伊兰斯卡亚站，在这里列车将停靠20分钟，
而就在这20分钟内，朱新金和赵金华带着人冲上了列车。我们先来看几样东西。这是瓦斯手枪，上世纪80年代一种杀伤力极强的玩具枪，有效射程50米。它原本的子弹是塑胶质地的 BB 弹，属于非致命枪弹，但在朱新金这子弹就变成了钢珠弹，杀伤力足以取人性命。而这个高压警棍，当晚朱新金和他的手下就是带着这两样东西走进了包厢，威逼两名女性旅客。但是两人表示，他们的钱都让前一波劫匪抢光了。不过经验老道的朱新金并没有就此离开，结果朱新金和他的手下在女乘客的内衣之中找到了200美金，这是他们最后的一点钱。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样东西，手枪、砍刀。相比朱新金，赵金华这个女人的手段更加凶狠。当晚赵金华和手下进入包厢后，就让包厢内的3男1女跪下，然后对几人进行威逼。不过赵金华的运气没有朱新金好，钱既然没抢到，那么人绝对不能放过。于是在这个包厢，4名乘客中的那个女性乘客遭到了朱新金的粗暴侮辱。照片上的这个人叫牛顿，他是3次国际列车上的第4波劫匪的头目。1993年5月30日，当3次列车驶入俄罗斯境内，牛顿为首的团伙冲上列车，他们并没有和赵金华一伙起什么冲突。当时朱新金、赵金华这伙劫匪从车头往车尾洗劫，而牛顿上车后发现朱新金的团伙还在，所以他们就选择从车尾往车头洗劫。当列车行驶到临近莫斯科的时候，朱新金、赵金华的抢劫团伙也洗劫到了车尾。不过就在他们准备对其中一间包厢进行打劫时，意外发生了。当时朱新金带着他的两个马仔准备撞开包厢的门，因为包厢内的4个福建籍旅客已经被2轮劫匪洗劫，于是他们决定等火车进站减速时跳窗逃跑。冲进来的赵金华一伙看到里面空无一人，竟然将过道上的列车紧急制动闸拉了下来。列车停下后，赵金华带领着一群劫匪跳下火车追了过去，并对他们进行了疯狂的殴打。事情到了这里，可以说中俄列车上的惨案已经发展到了顶点。但是因为当时没有手机这样的通讯工具，直到列车停靠莫斯科后，才有受害旅客向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报案。而中国使馆在得到这一消息后，第一时间以特级密函的形式将情况报告给了中央。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看后非常震惊，并作出重要批示。我手头的这份档案就是当年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出的一份密电。外交部密码收电，收件人是公安部、外交部，时间是1993年6月3日，等级特级，抄送国家主席、总理、副总理。在这份电报中，驻俄使馆大致叙述了5月26日中俄列车大劫案的经过，而在密函的右边就是江泽民的亲笔批示。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这样写的：此事令人发指，建议派得力干部去俄，尽早破案，并予严惩，否则不足以平民愤，也丢中国人的脸。今后如何加强国际列车管理，望公安部与铁道部
商量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报请国务院领导决定。江泽民。1993年6月4日，总书记亲自批示的特级密函迅速送达公安部，时任公安部部长陶四钧立即召开紧急部长办公会议，讨论开展侦破工作。当晚，由公安部刑侦局、铁道部公安局和北京市公安局组成的3次国际列车专案组成立。这是一辆由北京开往莫斯科的3次国际列车。1993年6月9日的这一天，列车上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一共有9个人，看上去和普通的乘客没什么不一样的。他们是干什么的呢？这9个穿着便装的男人走进包厢后，和其他乘客紧闭包厢门的做法不一样，他们把包厢门敞开。更奇怪的是，他们身边没有什么大包小包的货物，只有几个简单的行李包。这包里是什么呢？几根擀面杖，还有全新的弹簧锁。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呢？如果你上前和他们搭讪，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是国际导爷，这次去俄罗斯的目的是去要债。如果你再问他带这么多擀面杖和弹簧锁过去干嘛呢，他们会跟你说他们是北方人，为了吃饺子方便，弹簧锁嘛是拿来锁货用的。那么事情真的像他们说的这样吗？照片上的这个人叫程雅丽，原北京铁路公安局局长，时任北京铁路公安处副处长。他已经在铁路公安局工作多年，对打击车匪路贼有着丰富的经验。而他正是6月9日3次列车上9位神秘乘客的领队。没错，这9名神秘的乘客都是公安干警，他们此行的目的有2个：一是暗中保护3次列车上乘客的安全；二是前往莫斯科捉拿中俄列车大劫案中那些丧心病狂的劫匪。可是既然是抓捕任务，为什么不带上枪，而要带擀面杖和弹簧锁呢？事实上，这9名干警前往莫斯科执行的是一项非常绝密的抓捕任务，他们甚至无法预知自己是否能平安归来，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群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江占林，时任北京铁路公安局副局长，此前带领干警抓获杀人、抢劫、贩毒、盗窃等各类犯罪嫌疑人2300多名，亲手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多达238名。1998年，他还在左臂负伤的情况下彻底端掉了东北虎犯罪团伙，而这次中俄列车大劫案的实际指挥者也就是他。他的参与为中俄列车大劫案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而这个线索使这起境外发生的恶性案件有了关键性的转变。在接到这次任务的前几天，江占林刚刚抓捕了一个名叫吴宝顺的出租车司机，这个司机正是3个月前在中俄列车上参与抢劫轮奸案的劫匪之一，都是在3次列车上发生的性质恶劣的抢劫案。那么自然，吴宝顺就成为了案件侦破的突破口，因此中俄列车上很多歹徒的情况顺利地被警方获得。与此同时，俄罗斯警方那边也传来了一条线索。俄罗斯警方这边的线索就是他，赵金华。
此人在526中俄列车大劫案中曾指使自己的男友朱新金强奸身上没有现金的妇女，并且在后来带领牛顿一伙追杀乘客。不过此人在回到莫斯科后已经被俄罗斯警方抓捕归案，而且当时同样被抓捕的还有朱新金以及他们团伙的马继强。有了这个消息，再结合之前吴宝顺的线索，6月8日晚，公安部立刻决定对526特大劫车案的罪犯进行跨国追捕。会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人马从官方渠道协助莫斯科警方对犯人进行审问，另一路就是暗中抵俄的秘密行动小组，由程雅丽负责。为什么去国外抓个劫匪需要这样隐藏身份？原来中俄两国的法律存在很大差异。在俄罗斯，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时间只有4个小时，如果这期间没有受害人指证，那么警方必须放人。而且当时中国如果需要引渡犯罪嫌疑人，也必须经过俄罗斯内务部和国际刑警的协商。同样是在这段时间里，如果没有受害人指认，那么嫌疑人也将被释放。然而很多中国旅客遭抢之后害怕当面指认，所以劫匪往往4小时后就被放走了。换句话来说，抓人没抓到，反倒打草惊了蛇。所以为了更稳妥起见，当时上层给这支特别行动队的授意是，如果在抓捕中发生殴斗，被俄罗斯警方发现，务必不能公开中国警察的身份，只能说自己是国际导员，一旦出现意外情况，也只能等中国外交部的交涉。我这里有一段程雅丽出发前的回忆录音，一起来听一下。当时领导给我们开完会，交代了任务以后，给我们举行了一个叫壮行会吧。有一句话当时对我压力很大，但是单书记说，说雅丽啊，他说这次8个人交给你是吧，带出去，一定要把他们安全全带回，不能少一个。我把那酒碗一碗啊举起来了，我说如果有一个回不来，那就是我。喝了以后把那碗一摔啊，我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啊，我说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1993年6月9日清晨，秘密抓捕小组登上了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6月10日下午3点，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从首都机场腾空而起，当晚顺利抵达莫斯科。江占林向莫斯科警方提出了参与审问的要求。经过商议，他们最终同意了中国警方的请求。抓捕行动在即，目标人物却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中国警方将会采取怎样的非常手段？引蛇出洞，警方赤手空拳对付劫匪的鲨鱼枪，闹市小区内进行的抓捕行动能否成功？档案继续揭秘。我手头有一份当年审问口供的复印件，我们来看一下专案组人员是如何协助俄罗斯警方审问赵金华团伙的2号人物马继强的。这是一份由中俄两国警方共同审讯，由中国警方做记录的审讯笔录。我们特别注意了这一段，上面是俄罗斯警方的问话。俄罗斯警方：是你抢劫了乘客的钱吗？马继强：没有，我不知道。显然马继强是不老实的，还有侥幸心理。我们接下来看江占林上场之后是怎么说的。好你个马头，你想蒙谁呢？想想你们的罪过吧，还想落个城市西伯利亚吗？马继强：不是，我想回去，你救救我吧。你只有自己救自己，就是交代自己和同伙的罪行。这儿还有一张审讯的照片，足以看出江占林当时的气势。不出10分钟，
马继强就交代了他参与国际列车抢劫案的全部罪行。审问马继强，接下来就是这个赵金华的狠角色了。这个赵金华不仅有正规的护照，而且还有俄罗斯某大学为其颁发的留学生证。难道说这个赵金华真是留俄大学生？如果是留俄大学生，那么怎么会沦为女劫匪、强盗头子的压寨夫人？原来这个所谓的留俄大学生赵金华，原本是北京西单百花市场摆服装摊的。在一年前，他偶然间听到国际倒爷特赚钱的消息，于是便以自费留学的名义申办护照到俄罗斯。那么这些人怎么又会沦落到劫匪的地步呢？中俄两国间的国际贸易往来给很多人带来了淘金的机会。一些国际倒爷有了钱之后，他们开始光顾莫斯科的赌场，很快将积蓄挥霍一空。由于不愿意辛辛苦苦再次创业重新开始，有些人便打起了在列车上偷东西的歪主意。一开始他们小偷小摸，但是这些钱难以维持他们的高消费，于是抢劫三次国际列车上的乘客变成了他们又一个犯罪目标。案子审到这里，三次列车上的几个犯罪团伙人员情况基本被专案组人员摸清了。其中以苗炳林、牛顿、朱新京、赵金华为首的四大抢劫团伙势力最强。既然情况搞清楚了，接下来便是抓捕剩余罪犯的行动，而这个行动自然只能落到秘密潜入俄罗斯由程雅丽带队的九人特别行动小组身上。他们第一个抓捕的目标便是四号头目牛顿。牛顿是中俄列车大劫案中最后上车的一伙劫匪的头目，因为受到过俄罗斯警方抓捕，牛顿此时已是惊弓之鸟，他彻底消失在了莫斯科的茫茫人海中，再也不出来。程雅丽带领的这支特别抓捕队只有九人，他们怎么才能掘地三尺，在诺党和莫斯科把他给挖出来呢？没有办法，程雅丽只有采取非常手段。他找了一家上好的酒店，想请一个叫李某的人吃饭，并请他帮忙找牛顿。这个李某是一个在莫斯科的中国籍黑道老大，在莫斯科能呼风唤雨，势力大得很。不过当李某收到程雅丽的邀请时，却连连摇头。难道说李某不帮忙，或者他和牛顿是一伙的？不对呀，程雅丽早就打听好了，这个李某和牛顿有仇，那么他为什么会拒绝程雅丽的邀请呢？原来他只是不想在公开场合和警方接触，怕被道上的人说成他是线人卧底。明白了对方的用意之后，程雅丽马上换了个地方，选在了莫斯科郊外的一家不起眼的小饭店里。饭店虽小，但是里面吃的东西档次可不低。我们来看看桌上是些什么东西。这儿有黑面包、红酒，还有沙拉。这儿我要特别介绍的是这东西，黑鱼子酱和红鱼子酱。这东西可是当今世界上最昂贵的食品之一啊，只有珍贵的鲟鱼，而且只有60岁以上的母鲟鱼所产的卵，才能有资格制作上等的鱼子酱，仅30克，在当时就可以卖到1000元人民币。哎呀，所以说，这种东西可是价格不菲啊！这在当时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俄罗斯，花掉了程雅丽整整12万卢布，相当于3000元人民币。1993年花3000元人民币吃顿饭，
那可是件了不得的事情啊。不过这顿饭也没有白吃，吃完饭之后，李某不仅弄到了牛顿的秘密落脚点，而且还顺利地把消息放给了俄罗斯警方。之后莫斯科第73民警分局的警察也顺利地将牛顿抓获。牛顿的成功抓捕让程雅丽一行人暂时松了口气，但是紧接着另一个犯罪头目，也就是当时在俄罗斯的最大劫匪头头苗炳林竟然现身了。当时一个叫老姜的线人来到程雅丽居住的中国驻俄大使馆，敲响了他的房门。这个老姜告诉程雅丽，苗炳林于前晚来到他的家里借住，并且老姜还得知苗炳林已经准备跑路到其他国家，所以这一次一旦让苗炳林逃脱，那么眼看着到手的鸭子又要飞了。我手里有一份北京铁路公安局国列专案组收到的绝密情报，在这份情报中提到江占林收到苗炳林即将逃亡突尼斯的消息。在这份绝密档案中是这样描述的：特勤工作关系反映专报，据02号特勤，7月24日凌晨4:50，莫斯科时间23:50，给我局副局长江占林来电，告称莫斯科现形势极为紧张，苗炳林、白慧君、陶树红等人已办好去突尼斯的签证，准备大抢几次后马上逃往突尼斯。得到这个情报后，程雅丽丝毫不敢怠慢，她立即部署行动，设计了一个抓捕苗炳林的方案。大家来看我手里的这两张照片，照片上是老姜的住宅，大家注意看，这窗户上放着一盘花，大家可别小看这盘花，这正是老姜和程雅丽的联络暗号，只要有这盆花在，就证明苗炳林一伙就在房间内，如果不在，则表示他们出门了。虽然看起来这次行动是十拿九稳了，但据后来程雅丽的回忆，这次抓捕行动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危险的一次。为什么这么说呢？再来看看这张照片，这上面是一杆鲨鱼枪，这是当时苗炳林手里的武器，大家可别小看这把枪的威力，它是专门射杀鲨鱼的，穿透力能够把普通的门板打穿，当时这把枪就放在苗炳林的枕头旁边随时准备着。可程雅丽他们呢，因为当时抓捕行动是在一个闹市小区中进行，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程雅丽他们不仅没带武器，就连从国内带过来的擀面杖和弹簧锁都没使上，所以这次行动十分危险。当然危险最后没有发生，因为信息准确，最终苗炳林被顺利抓捕归案。现在赵金华、竹行金、牛顿、苗炳林这四大犯罪头目都已经抓获，可是这个时候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如何引渡的问题。关于如何引渡苗炳林回国的问题，这里有一段程雅丽的回忆录音，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因为当时中国和俄罗斯的警方还没有这种国际刑警的这种引渡机制，引渡不可能，那么往回带的话只能是秘密往回带，那么当时我们的身份又不允许，所以很为难。当时外交部、公安部、铁道部是吧，不太同意，怕引起外交纠纷，从我们本心来讲抓着很不容易，非常想给他带回来。人是好不容易才抓到的，怎么就这么轻易放掉了呢？而且这一放想抓就难了，于是他再次向上级申请，最后局领导问程雅丽有多少把握可以将人秘密带回，
陈雅丽拍着胸脯说，200%的把握。200%，呵呵，口气倒不小啊。领导说，既然你这么有把握，那公安部、铁道部、外交部的工作由我来做，你就负责秘密引渡吧。任务是应下来了，可难题也接踵而来。我身后是6箱啤酒，引渡那天站台上就像这样堆放了整整6箱，这都是程雅丽托人从北京带来的，千里迢迢的从北京特意往莫斯科带几箱啤酒，这是干什么用的呢？哼，演戏。因为是秘密引渡，所以苗炳林一伙的手上无法像正常罪犯一样戴上手铐，而且不能限制他们说话，这个事情就很糟糕啊，因为他们可以在车上大喊大叫，这样就会引来俄罗斯警方的干涉，所以不动声色，要安全地将3名劫匪偷偷地引渡回国内，难度系数可想而知。然而，程雅丽却做到了。引渡当天，程雅丽打电话给他认识的莫斯科警察，说是要送给他们礼物，但是要他们到站台上来取，礼物指的就是这些啤酒。不过，玄机还在后面。当莫斯科警察来站台取啤酒的时候，程雅丽会热情地和他们合影，而且一拍就是好几张。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是当着苗炳林的面进行的。是的，他故意要这么做，为的就是让苗炳林他们认为这是一次官方行动。程雅丽万万没有想到，即使这样，还是出了问题。就是我们民警呢，当时呢是带着去厕所半天，他解不出来，我们民警就怀疑他实际上是在厕所里面去想寻找这种逃跑的这个或者自杀的这个机会。这时候我们民警呢对他进行搜身，发现他棉衣的角落的地方有一个刀片和铁丝，他是准备用作于逃跑和自杀的。虽然押运过程中发生了这个小插曲，但所幸整个过程有惊无险，最后所有劫匪被全部带回北京。与此同时，公安部边防局向有关国境口岸的边防检查机关发出查堵命令，一场追剿战斗全面打响。经过100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在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上抢劫、强奸、为非作歹的4个犯罪团伙，68名主犯和骨干分子先后落入法网。1994年4月，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对抓捕到的68名劫匪进行审判，31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及死刑，14人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4大团伙头目苗炳林、赵金华、朱新金和牛顿均被判处死刑。虽然针对68名劫匪的审判结束了，但其实这个案子远远没有结束，因为另有2名罪犯还潜逃在外，这其中就包括宗立勇和另一位在逃罪犯邵迅。为此，公安部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申请，对2人发布红色通缉令，进行全球通缉。2011年7月22日，中俄列车大劫案案发18年后，主犯之一宗立勇在北京首都机场被捕。2011年7月22日，他本打算去澳门赌博，但不知为什么，在填出境卡时，他竟鬼使神差地写下了宗立勇这个已经18年都没用过的名字。4个月后的2012年1月10日，另一名在逃犯邵迅也被缉拿归案。逃亡的19年间，邵迅试图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但是法网恢恢，他必须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
随着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邵迅的落网，跨越了19年的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彻底结案。对于当年很多亲身经历了大劫案的乘客来说，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他们人生中黑暗的一页，很快就会翻过去。也许有些人会把伤痛埋藏于心底，无法消退。但不管怎样，劫案发生之后，中俄双方警察的全面介入，以铁腕手段打击了列车犯罪，为中俄之路扫清了毒瘤，也为中国刑警赢得了一片国际叫好之声。A 级通缉令揭开世纪大毒枭的神秘面纱。这张通缉令上被通缉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那家制毒工厂的主人。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年轻人为何会拥有世上独一无二的制毒技术？2年之后，刘朝华就生产出了数量足以震惊世界的冰毒。面对警方的严查堵截，刘朝华突然去向成谜，疯狂制毒30吨，刘朝华自持聪明，狡兔三窟。警方9年追踪，如何摧毁他罪恶的毒品王国？档案揭秘，世纪毒枭末路，缉捕刘朝华，